好，平時我老公咧挑我機咧，後果好嚴重嘅。但係因為今次咧，佢為咗啲嘅 ALS 籌款嚟挑我機咧，心甘命抵，嗱嗱聲還翻俾佢。與此同時，其實除咗我老公之外咧，仲有一名女子叫 Candice Tai 大可欣嘅。咁啊，呢度亦都係即刻24小時之內奉還俾佢啦。咁啊，實在我知道呢個 rules 咧就係一包冰咧就可以提挑三個人機嘅。咁呢度我今日咧就準備要挑六個人機，咁所以我就兩包冰嘅。實在咧要講一番可歌可泣嘅大事咧，係需要無比嘅勇氣。非常切合我啊！但係咁鬼難嘅，嗱一包，但係呢個乜水喺度？我老公話：你咪整蠱我啊！咁多水嘅，點解？我好鬼凍啊！呢個第二包，好糟啊！好緊張啊！好，预备啊！我而家做一件好傻仔嘅事，通常俾人淋噶嘛，而家淋自己啊！预备，一、二、三，哇！第二个，啊，好冻啊！哇，劲啊！我要挑六個人機制，彭浩翔、郭富城、梁漢文、許志安、何韻詩，仲有余文樂，24小時之內還翻俾我。